品墨情缘林美玲水墨画个展，即日起到2月26号，邀请国内知名水墨画家林美玲老师于明治市政中心1楼大厅展出墨园水墨个展，即展出33件水墨创作。画家林美玲传承自古以来中华文化艺术的特性，并秉持对艺术文化的执着热爱，通过其纯手的笔墨叠染及笔触，使其作品不仅蕴含清新之气及超尘脱俗的不同韵味，更传达了艺术安定人心、社会祥和的功效。欢迎您前来欣赏林美玲老师饶富水墨美学的创作个展，地点在明治市政中心1楼大厅展出，1至5展出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5点。牵住你的手，相别在黄鹤楼。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。24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好朋友，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烟花遮不断的流，梦里江南是喝不完的酒，等到那孤帆远影碧空尽，才知道思念总比那西湖瘦。牵住你的手，相别在黄鹤楼。波涛万里长江水，送你下扬州。真情伴你走，春色为你留。24桥明月夜，牵挂在扬州。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？扬州城有没有人为你分担忧和愁？扬州城有没有我这样的知心人啊？扬州城有没有人和你风雨同舟？